he's played a huge part on our team at CBA. The story I do have is that it was the game before the playoffs. He stayed in the game way too long, I felt, and he actually got injured. And I felt like if he didn't get injured, we went really deep in the playoffs. Other than that, and knowing now that he's 40 and understanding the magnitude of who he is here and what he means here and the legend that he is here, that's a big deal. I can't wait to see that opening night and actually feel that and see that. And I saw a commercial Beast the other day, and I looked at Mike and was like, is that Beast on the TV? He's like, that's normal here. That's normal. You get used to it. It's like, that's not normal. That's not normal. But that's cool. 他说，在 CBA 的时候，杰哥那个时候是团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时他其实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有一年的季后赛，他在季后赛的前一场比赛受了伤。那他认为说，如果杰哥那一年能够保持健康的话，其实团队在季后赛的表现可以更加的出色。那来到勇士之后呢，得知他是他的年纪以及他在台湾的篮球的地位，他其实感到非常的惊艳。 然后同时间，他前几天也在电视上看到杰哥的广告，他就问Mike说：“哎，那个是电视上是志杰吗？”他也感到非常的惊讶。那Mike是告诉他说，这在对杰哥来说是非常正常的。对，那他非常期待说能够在开幕战在现场享受到志杰跟球迷之间的影响力以及球迷给他的爱戴。其实他就是第一次就是。 回来这边碰到他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怎么变那么瘦？那可能他养生这方面也蛮好的，对。然后感觉出来，他就是跟我在 CBA 碰到的时候，就是有瘦蛮多的。然后，可是他的一些各个方式，就是虽然他现在年纪也是算在球队也是算蛮大，可是我觉得他在训练的。 都是积极度啊，然后跑动，其实都还蛮适合我们球队的。志杰当然调整啊，对啊，不过对啊，也不希望他去年一直有帮他做调整，那当然现在一定是先不要让他有进入伤病的状态。所以要更快的回来。对，小组配合，最后戴维斯没有把球接好，传的稍微低了一点啊。 哇！林志杰挑战篮筐，本场比赛首度得分。是志杰的表现。哇，这个单挑汤马士，哇，这个放球点非常的高。哇！林志杰在犯规的情况下，直接飙进三。哇，以及两记的这个汉地拔中三分哦。 前三节没有得分，没有关系。对上李英峰，再把球分给自己，做一个 handoff。第四节没有起，最后还是汉地拔，再来一个三分。第四节跳出来，来带领整支球队。林志杰切进来，顶开了小敏，这球上篮得分。 这球林志杰是要穿越重重障碍，一样再出来持球，这边一个 ISO 机会，直接罚三分！哇，这球确实是点到手了。我杰哥这个法师这个球发生了失误，林志杰三分线外果敢的发球。 真的眼睛很利哦，是观察到篮底下有队友，是依旧维持9分的差距。林志杰的右侧上篮，发啊，他在场上真的做出蛮多贡献的哦。对，自己也得了5分。林志杰 for three。 哇，我就是要一定要把辛巴摆在，虽然在第四节有可能他可以调节体力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让他休息。哇，今天的野。
队也常常是没有控位，一个传统控位的状态，但他们助攻。林明，啊，放掉野兽，啊，在外围出手，哇，射手不能放啊！头没进，篮板球周桂宇跳得高，但是传到前面有点危险，哎呀，